于总，外边快下雨了，拿着伞，别淋着啊。行，差不多到点了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呀，要不你先走，我呢整理材料，完事之后找刘小小，她要采访我。不是，那吃饭的事儿呢？火燎鸭心、毛血旺、爆炒腰花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我刚刚跟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，你看。什么报道啊？非得下了班采访啊？那上班时间干嘛了？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？行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，下班有下班的采访，看把你忙的。明年市里劳模还得是你。玉锁，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？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？呀，咋的了？生气了？谁生气了？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？那你忙吧，我自个儿叫外卖。呀，不能老吃外卖，对身体不好啊。用不着你管。哎呀，不是伞呢，伞呢，自来伞呢。哎，老林，你在家吗？我在我们家附近啊。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，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，马上就到，你先过去看看。好。为了刘小小啊！啊，刘，哎呀，坏了！刘小小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！你我，怎么个意思啊？都挂彩了，还要去接受采访呢？你这，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！爸，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，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，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。你爸是人到中年了，有一股子火，可是呢，对吧，身体又不像当年了，所以就容易出事儿。咱俩不能叫他老干妈了，咱给他给他起个新外号。最近总是挂彩。挂彩侠。挂彩侠啊，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蝙蝠侠。对，挂彩侠，这名字好，挂彩侠，哎哎哎，行行行，挂彩侠。有什么吃的吗？我给您下碗面，加俩鸡蛋，补补身体。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。挂彩侠，嗯，请。这谁家呀？这是你。师傅呢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师傅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？你没电话呀？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？没见过这写东西呢。烦。齐峰。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行吗，大姐？哈，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！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、己所不欲、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，一点都爷们。刘记者，刘大记者。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，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？我给你看啊，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，你看，
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，后来跟他说那天随便吧，随便。哎，喂，老林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哎呀，小小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，而且再说了，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？啊，是是是，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？啊，这样这样，你先回家啊，咱们改日再约，行吗？那说好了啊，咱们改天再约，你也早点回家，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。玉锁，您这几个意思啊？挂彩霞的饭做好了吗？请挂彩霞稍等。挂彩霞，你先喝点水吧。挂彩霞，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。特别适合你。别走好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谁欺负你了？谁敢欺负我？你这手怎么了？怎么弄的？严不严重啊？没事，就缝了几针。老是没事儿，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？真没事儿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，这是家常便饭。走吧，进去吧，别在这儿了。走，走。你数黄花鱼的溜边啊？我怎么了？哎，哎呀，就齐峰，就为了一篇报道，他报复我，弄了我一屁股印油。回头我批评他啊，让他给你赔礼道歉。你这样吧，你把我的衣服啊先盖上，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。自己拿着，走啊，走。感染了，没事没事，马上就好了。你自己来吧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印泥不好洗，别人弄不了，我有我的绝活。老林，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，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皮糙肉厚。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，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。哎呀，小林子，到幸福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。知道了，干嘛？出勤了。嗯。哎，走。各位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您现在点菜吗？先给我来杯果汁吧，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。好，稍等。眼熟啊！啊！呀，天伟啊，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，要不咱俩换换？家具城啊！啊！
你个小子，差点就逮着你了。不是，是我已经逮着你了，撞杨天峰跑了。你才杨天峰呢，你全家都杨天峰。哎，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我就这么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关什么人的地方，你知道。你这样，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。你少唬我，我要害怕，我能给你来这？孩子，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？你才受刺激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人身攻击，我要投诉你。哎，师傅，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？让他安静一会儿。安静一会儿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回来呀！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！回来呀！回来呀！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，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。有什么呀？有啊！吼什么？哪儿呢？别打了！住手！我看，别打了！站住！别打了！来，宝贝儿，张嘴。宝贝儿，吃吧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喂，我是林一年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爸在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。啊，小年啊，你爸正处理案子呢。那还得多久呀？不好说，要不我叫你爸过来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谢谢罗姐姐。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？好。想去哪儿，宝贝？想去游乐场。服务员买单。